怎么样？有没有尾巴？有啊，刚才有人发现了。哎，那你赶紧先上去，我引开了门。有没有发现？有没有发现你那个抱着小孩的那个坏人呢？哎，那个穿蓝色衣服的那个男人抱着我儿子，往哪跑了？往哪跑了？哦，是不是高高瘦瘦的？对。哎呀，那小男孩也这么高了？这么高的，那是我儿子啊！有看见了？往哪里跑了？往那边跑了。我还说他怎么那么慌张呢？这边呢？对啊，往那边跑了。你不要骗我们吧？哎呀，你们呐、啊，再跟我磨叽下去啊，等一下连影子都没有了。还、啊、行，那多谢你了。追，快点，快点，别跑！尾巴处理干净了，这回可以大大方方的出门出去了。喂，那么久啊？哎呀，后面还有没有尾巴？没有，那怎么办？我们现在还在村里面啊，根本走不出去啊，那么严。放心了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刚才他们看的不是男孩子吗？现在呀、啊，直接给他这么一伪装。哎呀，你看看，多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啊，谁能看出来呀、啊？果然还是你最聪明。哎呀，我看见要顶劲的那个小女孩。来，抱上车。老公，我们好像上当了，那里根本没有人呐、啊。很有可能刚刚红色衣服那个是他团伙，你看走到前面去，道路没有道路了，绝路了。那怎么办呢？现在，先打电话给保安。啊，对，赶紧。叫保安在村口那拦截住人了，我们再慢慢找、啊。喂，保安呢、啊？我儿子不见了，啊，坏人，一个男的，可能他有团伙，跟一个女的穿红色衣服了，啊。叫他天上飞，地上跑了，都不能放过。反正发现可疑的，你都在那拦住，我绝对不许他过去啊！啊，行，我们马上就到。好，追！哎，你们干嘛呢？哎呀，大哥，你怎么在这里挡路呢？什么叫我挡路啊？我在这里值班站岗。哎呀，我女儿。哎呀，发高烧了！对呀、啊，现在我们急着送去医院呢。你在这里挡路，你不是，哎呀，耽误我们时间吗？40度啊！哎呀，你以为我抢啊？是这样的，我们村啊丢失了一个男孩子。哎呀，说是一个男一女抓走他了。现在女人穿着红色衣服。现在中国这么安全，而且是法治社会，竟然还有人贩子啊！是啊，太猖狂了。我们女儿以后一定要寸步不离的跟着。对，一定要。对，哎呀，不过大哥啊，你看我女儿真的是发着高烧呢，我都怕她烧坏脑子了，怎么办呢？你让我们先过去行不行啊？关键他们说。跟我说是一男一女，你们刚好是一男一女啊。哎呀，这世界上不是男人就是女人了。对呀、啊，哎，真的是说这种话，啊、大把的。而且、啊，他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是什么啊？抱的是什么小孩啊？有没有清楚啊？有没有说清楚啊？他说男孩，不过你们刚好一男一女，又有一个小孩。哎呀，你自己看。那我们这个小孩可是个女儿，你看清楚了，你看那么长的头发。那也是啊，本来就是嘛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女儿啊，我跟我老公都结婚了10年了，才生了这么一个女儿，真的是，她可是我们的掌上明珠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啊，真的是拦在这里啊，她发了高烧，以后要是有什么问题啊，烧坏了脑子，我告诉你，她要是嫁不出去，你给我负责一辈子，我跟你讲啊。如果说瘫痪了，要你负责，告诉你啊。那你们赶紧走吧，不要找我负责，我负责不起。嘿呀，你真的是，你已经耽误了我时间了。我告诉你啊，等一下再有什么事情啊，你这个保安你都不用做了。我跟你说，快走吧，快走吧，直接报警抓他。就是耽误我时间。走吧。走。哎呀，说的那么严重，我一个月才1800的工资，怎么赔得起？真的是。哎，保安啊，保安啊，有没有看到我儿子啊？对啊，没有啊，那都没有可疑人从这里经过啊？陌生人啊？陌生人就有，可疑人就没有。那有没有推着孩抱着孩子啊？一男一女，那个女的穿红色衣服的，衣服。
服都不是红色的，一男一女推着一个小孩，不过小孩是个女孩子。不可能啊，这个时间段的话，除了那些坏人，肯定是没有别的人了。对啊，而且我们把整个村子里面都找个遍了，都没有发现，肯定是你放他们过去了。是不是你把人家放走了？那你们说丢的是男孩子，他拉着一个女孩子啊？那他不会伪装啊？我都跟你说了，凡是可疑的，你通通把他们拦截下来，等我们过来再说。你要不是不知道那些坏人的招数啊，多得很呐、啊！你怎么能那么糊涂呢？都说保安保安保卫一方平安，你是怎么干事的啊？他们说那孩子发高烧啊，是个女孩子啊，要是烧坏脑子要我负责。他们说你就相信啊？再说再怎么急也不急一两分钟吧啊？查一下监控看一下吧。那他们找了多久啊？哎呀，刚走两分钟。哎，这里有监控，我查一下。哎呀，这里是三号监控。哎呀，那个就是我儿子，伪装成女孩子了。哎呀，真的就是他们两个啊！哎呀，我儿子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，你也别想当个保安了。跟你说，我不知道啊。赶紧啊，我们现在赶紧追你，留在这里打电话报警。快点报警啊！走啊，赶紧走。追叫你看好，快点放人过去的。哎呀，我不知道啊。等两分钟不行吗？我去追了，你快点打电话。哎呦，你们两个就在这里吧，也不要怪你老妈我狠心，谁叫你老爸死得那么早啊！我现在我要去寻找我的幸福，你们两个就等着好心人来收养你们吧。哎、小莫，你干嘛要把小孩放这里啊？村长，你来得正好，你也知道我老公已经去世了，我再带着这两个啊，我一步都走不开，所以啊，你就把小孩抱回去养吧，我不要了。那你不能放这里啊？我不放这里。那我放哪里啊？难道你要我带着这两个去吗？等一下人家都说了绝对不帮我养这两个了。哎呀，你不能光顾着你自己，你也得为孩子着想一下啊！孩子还那么小，孩子需要你呢。哎呦，太小难道就要我一辈子待在这里吗？我才不要呢，我要去寻找我的幸福。哦，寻找你自己的幸福，那孩子你就不闻不顾了？那不是还有你们吗？你作为一村之长，那你养就行了。你这样做，你对得起孩子吗？怎么说也是你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啊！我有什么对不起的？我已经把他们生出来了，反正我不要。生而不你就抱回去。生而不养啊！你怎么能够有你这么狠心的母亲呢？我狠心？哎呦，我要是一辈子都待在这里，那他们是不是更狠心呢？好了没有？好了好了，你要你就带回去养了，走。哎哎。哎呀，怎么天底下怎么有那么狠心的母亲呢？哎呀，孩子，哎呀，你们也真够可怜的。哎呀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哎呀，孩子啊，干脆这样吧，你们就跟我回去吧。以后啊，我就是你的父亲啊，只要有我一口吃的，就永远饿不着你们。哎呀，孩子，哎呀，可怜的孩子啊。哎呀，我们回家，走，我们回家啊！哎呀，终于到了，啊，不知道我这两个女儿还愿不愿意认我啊？有没有人呢、啊？老奶奶叫谁呀、啊？哎呀，哎呀，就来了，找谁呀、啊？我找你们。嗯，我们不认识你啊。我是你们的老妈。老妈。从小到大我都是跟我老爸相依为命的，没看到我们老妈呀。是啊，我爸说我们的老妈早就死了。没有，当初啊老妈实在没办法，所以才把你们放下的。现在老妈老了，坐不动了，想回来看看你们。我怎么听不懂他说的话？他是不是坏人呢、啊？想抓我们呢、啊？不是不是，你叫你老爸出来，他就知道了。我老爸，爸，哎呀，哎，出来，有人找你呀、啊？找我？是啊，村长。哎，这不是小莫吗？你干嘛呢？我被人家嫌弃没有用，一脚踢出来了。一脚踢出来了，我现在没有地方去了。哎呀，怎么那么老了还被人踢出来啊？你真够可怜的。
哎呀，孩子啊，这个就是你们的亲生母亲。你不是说我们的妈早就死了吗？哎呀，当初啊，他为了他自己的幸福，然后他就，哎呀，把你们托付给我了。托付给你啊？他就把你们，哎呀，放在那里路边那里，哎呀，然后我刚好碰到，然后我就把你们带回来了。其实啊，我是你们的养父亲，养父。那现在他突然间过来，我不想看到他，我也不会认这个妈。哎呀，女儿，当初老妈是一时糊涂了。再说，你那个父亲那时候又刚死，我实在没有能力养你们两个。那你没有能力养我们，你就不要生我们啦。我也不知道你老爸，我才把你们生出来。他就死了。哎呀，别说那么多了，进屋再说吧。啊，进屋再说。进什么进啊？干嘛呢？你们两个不能进。怎么不能进了？他就是你们的老妈，既然回来了，就让他进屋去嘛。我这些年我也一直生活在痛苦当中，我也很后悔当初我做的决定，可是我又不好回来看你们。那现在回来干什么？我没有地方去了。啊，听到没有？他是老了，没有地方去了，没人养他了，才回来认我们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他也不会回来认我们的。你们两个毕竟是我女儿。再说了，你是我母亲又怎么样？啊，你有养过我们吗？你有尽母亲的责任吗？我怎么说，好歹我也给了你们生命啊。生来不养有什么用？村长，你帮我说句好话吧。哎呀，孩子啊，怎么说啊，他终究是你们的老妈，没有他哪里会有你们呢？他死要怀胎把你们生下来也不容易呀。当初啊，哎，他为了他一己私利，让他去寻找他自己的幸福了，这啊真的是他的一个过错。但是你看他现在啊，沦落到这种地步了，他无家可归了，回来找你们啊，那你们就应该啊，不要跟他斤斤计较那么多，就应该让他进屋去，好好的给他养老送终。养什么养？他没有养我们小，我们为什么要养他老啊？你也说了，他去寻找他的幸福了，他的幸福是建立在我们的痛苦之上的，知道吗？那我们哭着喊着叫妈妈的时候，他在哪里呀？啊，每次开家长会，他有去过吗？哎呀，你看，现在那么多年过去了。还说这些有什么用呢？你们现在啊也长那么大了，还要有必要跟一个老人那么斤斤计较吗？你看他啊，还有多少年多少时日活在这个世界上啊？啊，到时候啊，等他一命呼呼了，你们想叫老妈都没应你们了。在我的脑海里呀，我就没有妈，从小到大都是你当爹又当妈的，把我们两个拉扯长大。你们也知道我当爹当妈把你们拉扯大，那现在我说的话你们到底听不听？从小到大我们都听你的，但是这一次我就不能听你的了。是啊，我也不听，什么事我都听你的，就唯一这一件我不听你的。哎呀，因为他都做得太过分了。都说了啊，家有一老如有一宝，你们从小就缺少母爱，现在他回来了，你们就应该好好珍惜这难得的母爱呀、啊！你们就应该啊，母女好好的团聚团聚，何必这样呢？我们从来都没有得过母爱，现在那么老了回来，弥补得了吗？永远都弥补不了这个缺陷。不要再说了，这个家我到底谁说了算？好，那你说了算，我不理了，反正我永远不认这么狠心的老妈，你就不配当我的妈，滚！哎呀，你那么狠心的你们！哎，你也别怪我们狠心啊，我们心中的苦谁能体谅啊？这种狠心的母亲，我也不认她。小林，小静，哎呀，那不孝女啊，真的是的啊！我白白养你们那么大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我都没有地方可去了。哎呀，小莫啊，其实孩子也确实够可怜的，你也不要怪他们。你看他从小就没见过你啊，都不知道母爱是什么样子，现在你突然回来了，
啊，突然间他们身边出现一个老妈，确实也难让他们接受得了啊。哎，这样吧，先进屋去啊，他们啊，等他们气消了，我再劝劝他。没事了啊，听我的。等一下他们都不认我怎么办呢？没事，他们怎么说，他们还是比较孝顺的，他们都会听我话的啊。那先进屋吧啊。谢谢你了，村长。哎呀，你那么老了也不容易啊。哎，慢点慢点。哎呀，你来，快点去煮饭。过来。哎呀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是。哎呀，叫人呢。老板。是的，这样有没有尾巴？没有，你放心了，我们做事很干脆，干净利落。对，要先验一下货先。哎，对，可以吧？可以帮你哥验一下货。可以，18是美门的。哎呦，你干的事！不要打了，我给我哥做老婆。钱呢、啊？过来，快点，快钱呢、啊？你以为跟之前一样的价钱吗？没有啊，就学生们贵一点嘛，18岁包包税的吗？是啊，你们这不是坐地起价吗？之前你说的30多岁那种，就是呢，啊，一分钱一分货，你快点了，你不要我，哎，别，好不容易得一个嫩货，等着啊，重新找过一个，不会坏的，那没有坏。啊，告诉你啊，啊，以后提水不放口水啊，看见我们也有假装不认识啊。行了，我知道。还有啊，跑了不关我们的事。跑不了的，由我看着，放心。那行吧，回家你，我们走了，拜拜。哎呀，这个，别动啊！再动怎么打你？打你！进去。告诉你啊，哎呀，可是花了几十万买你过来的。不要，对啊，大姐，求求你放过我吧，你帮忙我吧。就你这个小个子，你还敢跟我？告诉你啊，求求你放过我吧。你为什么要抓我呢？抓你，给我哥做老婆，我跟你说。不要，我还是个学生啊。学生，别打了，学生更好。哎，快来，再动点我。拿个大锤子来抽你，信不信？大家都是女人，你何必为难女人呢？要是别人把你抓去当卖给别人做老婆，你有何感想呢？是不是？要是别人把你女儿也抓去了，你有何感想？我告诉你，谁叫你那么不小心啊？招摇嘞！你就不能将心比心吗？有心就没有老婆。我跟你说，正义永远不会缺席，终有一天你会吃免费馒头的。你再动。山高皇帝远，你跑也跑不出去。你放了我吧，你要钱我叫我爸妈给你行不行？现在我不要钱，不要给我老哥给老婆跟你说，不要啊，我要传宗接代跟你说。我还是个学生呢，你要找老婆要你情我愿的呀，你这样是犯法的。快点，真是。喂，哥，快点回来了，到哪里啦？我给你准备了超级大的惊喜，圣诞礼物，快点啦！对呀，快！你放了我吧，我放了你，放了你，我们家就绝后了，真的是。老老实实啊，再嫁到我这里，我们家就我哥一个男丁，跟你说啊，真的是相夫了你。哎，哥，回来了。干嘛呢？你看，我给你准备的大惊喜。怎么样？大惊喜啊！他老婆啊，给你老婆。干嘛绑着人家什么老婆？哎呀，我要老婆，我不会自己找啊。你找，你看你找了几十年了，你头发都白了，40几岁了，你还找不到一个回来，真是。那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帮你买的。买的？花了30万呢、啊。你看你办的是什么事啊？犯法，你知道吗？什么犯法？你看村头村尾哪个不是这样？姐，这样，人家那个不懂法，你现在你这种是知法犯法。哎呀，人家都没事了，再说了你留着他过几年了、啊。先把人家解开再说。哎呀，听到没有你？老爸老妈是怎么说的？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跟你说，你现在连个老婆都没有，我给你准备好了，你还不要？你什么时候给我们家传个宗啊？
我自己会想办法，不用你操心。现在你把人家绑起来，把人家这样买过来，就是犯法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管，他必须要给我们家生够十个八个儿子，要不然的话他跑不了。跟你说，大哥救命啊！谁买烟？哥，哎哥，那你不要做这种违法的事情啦！啊啊，父母竟然教育我们，我们做事情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你现在你看看，你把人家捉过来，人家父母肯定很着急。那老爸老妈也说过啊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你看你四十几岁了，头发都一变白了，你再不娶个老婆，我们家真的是绝后了。再看我们家这个条件，你要是能找到，早就找到了。问题是你做这种事情，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？啊，如果是你为了我们的青年被别人抓去，你心里面有什么感受？问你，人家这么啊一个妙龄少女，人家一个祖国的花朵啊，就这样啊，就这样不情不愿的就嫁到这里来。啊，是你的话，你心里面有什么感受？人家父母也会有多着急，一个家庭就这样毁了，知道吗？大哥，求求你，放心，别怕，我为你做主。花钱，断你们的，听我说。你花钱了的，你这样把他放了，你三十万不是打水漂了吗？你花就是啊，多余的钱。哎哥，啊，把人家绑过来啊，买过来，你真的是无法无天了，你。你看。你看他又跑了，你看你现在已经触犯法律了，跟你说，那我还不是为了你啊，为我那也要人家自愿才行啊，你宁愿你有合适的你介绍一个过来给我啊，你不能够把人家这样抢过来绑过来，知道吗？介绍你以为我没有去找过吗？我的十里八乡我都帮你找过了，人家一听说我们家这个条件，谁愿意嫁给你啊？我的终身大事我自己会着想，不用你想那么多。现在花了钱，我们现在马上去派出所去投案自首，幸好啊，说不定还能把那钱要回来。真的能要回来吗？有可能。现在你如果去晚了，肯定是正要不回来了，而且你现在把人家绑过来，你也是有罪的，知道吗？是啊，美女，你去自首吧。你可是万一等一下那钱追不回来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我牢又坐了，我钱又没了。哎，所以说啊，不能干这种事情了。我也不想啊，可是你都四十好几了，你叫你找老婆你又不找。哎呀，我就不瞒你说，我已经有女朋友了，本来这次回来想带她回来了，结果她说啊，等过了年再跟我回来一起看看这里。真的啊？靠谱吗？是啊，靠谱啊。是不是你办什么事情你先跟我商量一下行不行啊？干这种事情太缺德了，知道吗？那我不是着急吗？着急啊，人家你试想一下，将心比心一下，如果是你被别人抢去了啊，我这个做过了我会着急吗？啊，村子里面街坊邻居都会着急。那美女对不起啊，我也是想着帮我哥找个老婆的，你看我钱也花了，如果我去自首的话，你能不能叫警察帮我求求情啊？看你的态度是不是诚心悔过的。我诚心。哎，美女实在对不起了，我们呀也是比较着急，为这个家着想。哎，你就原谅他吧啊，我们现在就去派出所去投案自首行不行？多亏你这个正义的大哥救了我啊。哎，没事，我还是个学生呢，他把我这样抓过来这里，我爸妈也很着急啊。是啊，现在我们马上去派出所。走，美女对不起。走了。好，马上去，快点慢走。你是那个玉米吗？你是？我是十三姨。我听说你想要一个老婆，所以啊，今天啊，就专门带了两个美女过来给你选择。你是玉米吗？是玉米啊，漂亮是挺漂亮的，但是不看了。为什么呢？哎呀，我也不瞒你说，现在那些人呢、啊，都是专门来骗红包了。我这十多天里面呢、啊，看了有十几二十个了。个个都是要红包了，一个啊，一批人啊，我就花了三五百，你看算下来，我一万多块钱就这样没了。我是什么人？我是十三姨啊，是远近闻名的专业做媒人。我啊，只求专门做业做媒成功。我们啊，不要红包，不要红包。对呀、啊，再说我大名那么响，你都没听说过吗？真的不要红包？真的？那你想不想要老婆？我看他也不想要，不然我们走吧。行，那回屋再谈，就在前面啊。赶紧领我们去啊！哎，好，走。来来来，
玉米啊，想不到你人那么老实，而且厨艺啊还那么了得。特别是那个老母鸡啊，那个汤，哎呀，喝了还想喝呢。都四十几年的老厨艺了，肯定啊，都是精华。那等一会能不能带两个老母鸡回去呀、啊？让孩那个闷一的爸妈也尝尝啊。问题是，他们对我有意思吗？哎呀，刚想跟你说呢，其实啊，两个妹仔都对你有意思，不信你问问他。我看你长得挺老实的，我很喜欢，就不知道你对我印象怎么样。好好好，捉鸡，马上要捉鸡，必须要捉鸡。哎呀，哎，捉两只三只都无所谓。哎，那两个姑娘，你看看你选哪一个啊？哎呀，其实、哎、不用问了，18岁的姑娘哪个都喜欢，我喜欢这个。我啊，哎呀，这个年轻一点。你看我跟你年龄都不相仿，我不喜欢你。哎呀，他可能喜欢年轻一点呢、啊。哎呀，你放心，不是还有我吗？他不喜欢呢、啊，证明他没眼光。我喜欢你呀、啊。那也行，反正啊，我都这一大把年纪了，我还以为我这辈子要打光棍一辈子呢，结果啊，没想到得怀孕这就来了。那是你没遇到媒人，知道吗？对对对对，哎呀，那今晚你看看怎么安排？怎么安排 啊？我问一下姑娘的意思，那你。等一下要跟我们回去，还是今天晚上就住在这里？哎呀，难得找到这么如意郎君，我身份证都带来了、哦、我今晚上就直接在他们家借住一晚，然后到明天呢、啊、直接跟他去领证。听到没有？直接领证啊？对呀、啊、哎那行，哎没想到我这辈子有老婆了。哎多谢你施大尼。哎呀，我当家啊，一点点小心意。这干嘛了啊？你真的愿意住在这里了啊，小妹啊，我刚刚啊已经打听到了，他们家好像、啊、正拆迁呢。等我明天把那些都带来了，我再回去跟你们会合。哎呀，淡定，淡定。哎呀，这一点点小心意。哎呀，十三姨，你又拿着这些？哎呀，刚刚来的时候我不是跟你挑明吗？我们呢、啊、是带着诚意来的，不是奔着你的钱，不是奔着你的红包来的。我是真心真意替你介绍一个老婆。你把我十三姨当成什么人了？没有，我不是这种意思，我这个也不是红包，我是真心真意是给你的。哎呀，真的是笑纳了，贪财了啊。哎呀，敬酒有份。哎，那是我的。哎呀，搞得多不好意思。哎呀，美女呀、啊，你的等一下肯定少不了你的。等一下、哎、我把我多年的积蓄啊全部给你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们啊就留那个私人空间，让你们好好的交流交流哈。是、啊、那个老母鸡，我跟这个女孩子一起去家就好了。哎，就在那边啊。来，好，拜拜。哎。哎呀，没想到我有老婆了、哎、刚刚听你们邻居说你们这里啊要准备拆迁是吗？应该有这么一回事。哎，那我们事不宜迟，明天我们就去领证怎么样？哎，现在我马上我们马上回去休息一下，然后就去接上，我帮你买几套像样的衣服。哎，好好好，就想不到这么有钱，连拆迁款都全部交给我了，这个傻子真的是，哎呀，够傻的，要是再来多两个这种傻子，那我岂不是赚了，以后都不用工作了。哎呀，赶紧拿着钱跟小妹他们会合去。哎呀，大姐怎么这么久没来呀、啊、是不是穷帮了？会不会她真的愿意住下了？哎呦，吓死我们了！来了，倒下没有？沉甸甸的，这是什么？哇，都是金钱的味道啊！我们发达了，以后啊，我们都不用干了。嘿，你们干嘛呢？你谁啊？我们干嘛？关你屁事！滚蛋！这怎么那么像玉米家的？哎呀，这个市场上大把多，看见一个就说是他家的。你们从哪里拿的？你管我们从哪里拿的？你赶紧走开！我去玉米家看。真的是、哎、太耀眼了，我们赶紧回家吧。回家再看房子，快快快！亲爱的，我回来了。亲爱的，哎，去哪了？哎呀，哎呀，我的钱呢？我的钱也不见了。哎呀，哎呀，人也不见了。是不是被他们骗了？人财两空啊！现在，哎呀，那现在可怎么办？哎呀，哎呀，都怪我那么轻易的就相信他们了！哎呀，那我该怎么办？
对，你干嘛了？我的钱呢、啊？不见了。那个啊，隔壁村的十三姨刚刚给我介绍那个美女啊，也不见了。隔壁十三姨啊，我刚刚好像看到三个人呢、啊，他们在分钱呢、啊。分钱？是啊，那装钱的那个东西、啊，就像你家的那个，我还奇怪了，所以我特意过来看看。就是我的那个啊，我的全部钱啊都被他拿走了。怪就怪我啊！我轻易的就相信他们了。我把我全部的积蓄啊，我都告诉他放在哪里了。现在，哎呀，我一辈子的积蓄全部都没了。你怎么能这么笨呢、啊？把自己藏钱的地方都告诉陌生人，真的是。哎呀，我那没办法啊！谁叫我这么老了还打着光棍？我以为啊，这个人信得过，以后啊就是我的。另一半了，谁知道啊？哎呀，现在怎么那么多骗子啊？哎呀，你就相亲相亲，说一说说一说，怎么信得过啊？那结婚证又没打，结婚证打了再告诉他怎么钱放哪里啊？那现在该怎么办啊？哎呀，我们先去那个地方看看他们还在不在，如果不在的话，我们就去报警。那走，赶紧走，走。有人在家吗？有啊。哎，小朋友，你家有人在家吗？没有啊，你妈妈刚才说叫我带你去游乐场玩哦，你去不去啊？去，真的 啊，阿姨带你去啊、哦。哎呀，哎，这不是老玉的儿子吗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哎，怎么了？你是谁呀、啊？我是老玉的那个表妹。表妹，哎，对呀、啊，我怎么没见过啊？哎呀，都是表妹的远房的，我不经常来这里，所以你没见过。那他怎么了？哎呀，迷迷糊糊的。他中暑了，老玉啊，碰巧又不在家，所以啊，打电话给我，叫我送他去医院。这样啊？对呀、啊，哎呀，他现在呀、啊、可严重着呢，我先过去了，我就不跟你说了啊。啊，行行行行行。哎呀。发烧呀，大姐怎么这么久还没来啊？会不会穿帮了？来了，哎呀，多少了？多少了？我就说嘛，我们李乔庄娘孕妇啊，那些人啊，那就没有那个意思了。不过刚才路上碰到一个帅哥了，那这不是被发现了？是啊，所以啊，等一下我们就不要在一起了，一起走的话目标太大了，我们分开行动。你也要把这个肚子把它拿出来，这不就行了吗？那还要把这个衣服也脱掉。对，那行，你带着孩子走这边，我走那边、啊、到时候我们在那个船头那里老地方见、啊、见机行事啊。好，哎呀，快点。哎，老于干嘛了？还在你炫耀啊？那陪你画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哎呀，你家里来亲戚了，说是表妹。表妹？她带着你儿子啊送去医院了。什么带我儿子去医院了？她说你儿子中暑了。我都没有表妹，真的是。而且你那个表妹看起来有身孕了。肯定是遇到坏人了。哎呀，我先打电话给保安。真的是。喂，保安呢、啊？我儿子被坏人捉走了。刚说是什么孕妇是吗？孕妇大肚婆。孕妇啊，是个孕妇，还冒充我表妹来了我们家里面来捉。好，你在村口那拦截住啊！好。哎呀，坏事了，赶紧去追！哎呀，哎，站住！哎，干嘛呀？干嘛？你谁呀、啊、你？你来我们村？哎呀，我是隔壁村的，我儿子啊发高烧了。抄近道走你们村，去外面路口坐车。怎么这么巧？我们村刚才呀、啊，被那些坏人进来了。好像听说是，我们村有一个小孩啊，被拐走了。拐走了？对啊。哎呦，现在这人贩子这么猖狂的吗？大白天的也敢作案呐、啊？对呀、啊，我们村治安这么好，还敢来？哦、真是的。哎呦，看来我以后我儿子，我要寸步不离的跟着才行啊。哎呀，不过大哥，我儿子发高烧啊，你看这脑子都快烧糊涂了，你能不能先放我过去啊？哎呦，这里这么烫。是啊，而且你看我这也不像人贩子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村啊，现在出现这个事情，
你看我一不认识你，何况你现在也是带个小孩，太可疑了，我实在没办法、哎、你要不在这里等一会儿。哎呀，可疑什么，再说我是可以等，但是我这小孩你自己刚才也摸过了，那么烫的他能等吗？是不是你们，那你们刚才叫你在这里巡逻在这里守的时候，他都没有跟你说清楚是什么人吗？啊，有说是一个大肚婆。哎呀，你真的是，你看我儿子都生出来多少年了，我还是大肚婆吗？嗯，不是，不要什么人都拦好不好，要有个目标，不要错过一个好人，也不要放过一个坏人。说的也对，那不是，那既然你有急事你就先过去吧、啊、那太感谢你了 啊，快送医院了 好哎呀，应该不是太好。保安找到没有？我正想问你呢、啊、有没有发现可疑人物啊？没有。没有啊，我们村就这一个出口，怎么可能没有呢？难道他还敢留在我们村？可能还没出来吧。孕妇啊？是啊，没有孕妇出来，就有一个女人啊，打小孩发高烧了，急着抄近到这里，出到公路外面。那小孩多大了？七八岁这样子吧。哎呀，说不定就是我的小孩呀，跟我年小孩的年龄差不多。哎呀，你啊，你真的是糊涂啊！那你们说是孕妇啊？是不是有一个那个女的高高的？对，高高瘦瘦的。哎呀，坏了，小熊打扮呐、啊！是啊，孕妇可能是假的，真的是。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如果我的小孩找不到的话，你这个保安啊，你也别想干了。我也不知道，你没说清楚啊，这不能全部怪我。哎呀，找了多久了？三分钟。看你去追。哎呀，跑啊！